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婉婷。今天呢，老板说要带我们去吃一个特别的 Mookata。在这家店，你不仅可以享受美食，还可以自己 DIY 小熊或手机壳带回家哦。这家店就叫做 Mayo St Mookata。走，我们去看看，他们也太可爱了吧！你可以配搭你自己喜欢的颜色来涂上你的小熊。喜欢小醉的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自己设计手机壳带回家哦。整个体验真的超好玩，哇，做到肚子饿了，我们赶快下楼吃吧。你看，我们叫了这些，有这么多选择，有肉，有菜，有海鲜。我们就这样一直吃吃吃到爽。来，我跟你们推荐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。首先就是这个鸭肉，咬起来很有嚼劲，配上烧烤味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再来就是这个 Oda Fish Cake， 一定要配上他们家自己做的辣椒酱一起吃才爽。最后就是这个 Mama Noodles， 诶，快熟面有什么特别的？这个不同，它是吸收了我们煮 Mookata 时的浓厚的汤汁，真的超有味道。哇，我吃饱了，吃得真爽，不错不错，这里真的不错。如果你想要吃比较特别一点的 Mookata， 就来这家 Mayo St Mookata 吃吃看吧。吃饱后不要忘了带回你们自己 DIY 的小熊或手机壳哦。不知道下次老板要带我们去哪里吃呢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